我在乎的是这30万吗？你不在乎你这么多的病人干什么？我宋墨，不是王总，现在时间不行，你晚点见他，好吧？他一会儿还要跟商会的人吃个饭，咱们晚点，啊，好不好？ 卡找到了，但里面只有27万，这是借条，剩下的3万我会在3个月之内还给您。卡是怎么找到的？卷被照例了。不是拿了8万吗？怎么成3万了？横冲直撞的闯进来，总要把话说清楚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想把我鸭子这儿的收据拿回去。 这3万是谁花的？进我手的卡，就由我负责，算是我好了。什么叫算是啊？你花了，你在大太阳底下挤公交，你花了，你还穷到去卖健身卡。总之，最后还归你的会是30万。我在乎的是这30万吗？你不在乎你这么多的病人干什么？我那……如果有苦衷，就全部说出来。 如果你的骨气和倔强还在，那到底为什么撒谎？随便什么好吧。你等一下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是不是还没找到工作啊？就凭着自己的一时意气用事，又不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，连最基本的骑驴找马都不知道吗？拿裸辞当个性啊？马早就找好了，少从门缝里看人。你什么意思呀？ 没甩啊，没甩。当攀过了现实的圆心，便开始和这世界反复较劲，也习惯性的冷面独行，不知谁最后。 这3万是谁花的？进我手的卡，只有我负责，算是我好了。都这么缺钱了，还辞职啊？这么缺钱了，他还去办张卡？那卡不便宜的。